是又重又长，但是仅是一红边是刚清净，这就是轻，是吧？轻重厚薄，讷叶也入世。但你知占伽罗的时候，是三口一三叶全部纯善，一点的瑕疵都没有了，乃至住相于好。那你得到这个三业清净善相，还有别的随之来的。随之来的是什么呢？夜间光明片板，在你禅时当中啊，全是光明的。夜间本来是黑暗的，但你这个禅时当中全是光明的，这是一种。还有有特殊的香气，不是咱们人间烧那个檀香那个香啊，闻着那种香特殊。同时在你身体感觉着非常快乐，那种快乐呀，不是咱平常一般的快乐，这叫善相。或者做梦跟着诸佛菩萨在一起，或者参加某一个诸佛说法，和那些大菩萨在一起，或者梦见佛来给你作证，说善男子，你已经清净了，手摸你的头，赞言善哉善哉，如今清净了，我来给你做证明，或者梦见菩萨来作证，或者梦见佛像放光，我想诸位道友修行者可能都遇见过。但这个是不是了生死了呢？死是一时的善相，不能证明了生死，你还得继续修。如果天天都有这种现象，那就决定了。在你拜忏时候有个时间很相应的这种现象有，过一段时间又没有了，说从业发现，还没到决定。换句话说，你还没入住，信心还没满，这种现象常现，就证明你信心已满了。三业清净，身口意三业都清净，在这个时候你修道的时候，修定得定，修慧得慧。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，或者念法华经、念华严经、念楞严经，乃至于你念四阿含经，你平常时看呢，义理你不懂，赶你拜轮相现清净相的时候，你全部不但懂了，那就开会了，而能进入。如果你没得到三业现象，就是身口意三业现象，你先听到人家说，你也认为你自己得到了，这叫虚妄，假的，空或不实的，这绝对不是善相。这一段经文就告诉你说，你在拜忏当中你会有些个警戒相发生，你三相三业没清净，有这些现象全是假的虚妄，必须得跟你轮相相应。那为什么要有轮呢？要三轮呢？轮相相应，有梦中或者见着这些境界相，这就叫真实的。
说我突然间闻到我唱诗很香啊，乃至见我唱诗放光，乃至做梦得好梦。但是我轮相不是清净的啊，证明这是魔，魔来干扰你，必须你拜忏的轮相清净，再遇到这些善事，这叫殊胜境界。因为我们拜忏的时候学沾沾善法，乃至学这个慈云忏法，乃至学的观音的忏法，哪个忏法都一样的，你的境界像你心里还没有到清净，梦见这些个都是虚妄，不是真实的，千万莫被魔转，不要高兴，高兴太早了，容易入魔境。为什么一直沾插忏法来忏呢？这里地藏菩萨会加持我们的，你不会入魔境的了。依着法求，依着法而现，绝对清净，没有虚谬。不过我们修其他的忏法，修其他的读诵大乘，或者做梦，梦见叫殊胜境界相，你不要生欢喜心。不能够证实，你一直忏法呢，他忏法上忏轮相给你证实的。因为也经常有招魔业，不依着佛菩萨的教导，有这些现象，你高兴了，因为成修成了，招了魔了。有没有魔化现地藏菩萨呢？有啊，因为你并没修地藏观，修的也没修那么成，突然间地藏菩萨现身了，这不是真实的。比如说天台山果清寺后山有个行者，他自己修行，他给我打了几次电话，他见着这个像了那个像了，我说你用沾插轮沾插一下吧，地藏菩萨跟你说真的假的。后来他跟我打电话，他说是魔，不是真实的，我生病了，拜不成了，他说该怎么办。我说你还照正常去拜啊，你该怎么拜还不怎么拜，等你拜拜这个魔业就会消失了，你不被魔所转。我说你修忏法的时候刚一修有很多景象就来了，影响来了，你要冲过去啊，那不是真实的，你依着地藏菩萨教导与法相应，你这轮相没得到三业清净，你突然间有这些圣景现前，干扰你拜忏，或者闻香了，屋里头有放个光了，或者从窗户进来的光明了，你不要管它，你还拜你的忏。只要轮相现了清净轮相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啊！为什么我要拜忏，要求菩萨的证明？这虚妄的相不要取啊，很容易入魔。要依着菩萨的教导，完了依着这个经文所成教导的。你这样子
就不会有魔，因为五欲魔、财色名食睡都有魔障。第一个魔很正，一定要分清清楚，不然呢就把你的修身毁灭了。说要是有人有出世的善机，摄心猛力者，那一耳时随邪应斗而为现身，放大次光，令彼难闻，离住一步，会四现神通，种种变化，恢复令彼自意许命，所经过之事，所做的善恶，恢复随其所要，为所种种神要之法，彼人时时与所向成。所向成啊，就是你修大乘啊或者小乘，叫所向成，得了决定信心了，见正怀沙门道果。这个是指着一般的沙门道果，出果相啊，出果二果相，二果三果相，三果四果相，四果八四相，四果，这就叫沙门所怀得的道果。地藏菩萨又教授我们说，他有出世的善机，有出世的善根，出的善根啊，又能够呢向善，把他心呐、那个摄心一致，妄想少，杂念少，摄心猛力，能够降伏妄念。能够摄心自心，这个到自讲自心时候就会谈到这个问题啊。这个时候地藏王菩萨就现身了，随所应度而为现身，放大慈光。这现身已经现菩萨像，看你以何法得度，地藏菩萨就现什么像来度你。令你得到难闻，再不生怀疑了，再没有恐怖了。同时呢，地藏菩萨还说，我四现种种的神通，种种的变化，令这个行者呀，拜忏的人，自己意念，自己过去许命，许命就是过去世无量劫中所有修行的事儿都现前了。那这里头也有做的善业，也有做的恶业，也有修行的猛力，也有修行的不猛力，随其所要，为所种种身要之法，看你代号什么，地藏王菩萨随你的机给你说神顺法啊。那这个人与他所向的，或者大乘，或者中乘，或者小乘，他得到决定性，产生了决定性，再没有疑惑，那就因为自己所修的证实了，或者见单正怀沙门道果。地藏菩萨教导这段话呀，非常重要。
特别我们修一直沾插经修的忏悔法，绝对消除恶业。那境界相，只要你一天拜忏，那境界相随现随消失，随现随消失。这有时间长，也有时间短。这种现象呢，地藏王说现象呢，我是没有，但是我在纽约大概有这么三四个月，天天晚上做梦，那个脑壳一搁到枕头上去就睡着了，就做梦了，到醒了为止。第二天只要是一到睡眠，脑壳一搁到枕就做梦了，大概有这么100多天。对，这就是现在许世的你所有的经过，有时候修行很好，有时候有造业，有时候造完业了又修行，它一世一世的不断呢。大概是从我自己的梦，大概是从那个唐末宋初开始，一直到我的先生，对，就是在美国那一段时间，在我跟弘觉法师讲过，讲过。但是这个没有生到决定，没生决定呢，也没有开智慧，也没有什么业障，就是善恶好像两个，既不偏于善，也没偏于恶，好像正常的运转。这叫劝许世的业，过去所作所为的。一生一生的就像这样浮现，又者福次比诸众生，就是修忏法的人啊，不修地藏忏的人，不修沾插忏的人没有，这个比诸众生专指修忏法的人啊。说这个修沾插忏的忏法的人，虽然没有能够见我的化身，也没听到我的化身说法，那么他应当呢学个至诚心就好了。这句话就这么个含义，只要能使他身口意得到清净相，我以护念他。有些你拜忏虽然身口意清净了，上来所说的地藏菩萨现身或者说法呀，或者加持你啊，这种现象没有，机会没有，没有见到我的化身，也没有闻到我给他说法，那么他就应当学自心。自心下文要讲的啊，使他身口意得到清净相，这一类众生我以护念他，护念他就是令他一切的障碍啊都消灭，修道呢很快成就。护念的意思就是那些个外邪魔呀，天魔波旬呐，想来破坏他修道的力量都不能近前，就是地藏菩萨护念的。乃至于95种的外道邪思，一切鬼神不会扰乱到他的。这个时候所有罪业五盖十禅呢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他可以修禅定，也可以修智慧。智慧就学经啊，学法呀，禅定就习定啊，和定慧两门，一个子一个观。那么呢就能够修子观，就能得到，但是这个是得的清净轮相的啊。福次要在末世一切众生虽不闻求禅定智慧除药之道，但照种种的众恶贫穷
困苦、忧恼、鼻排，在这个时候也应恭敬礼拜供养忏悔作讷，忏悔自己所做的讷事，悔所作讷，就忏悔过去所做的讷事啊。这讷业现前呢，恒常发愿，那自己呢经常的发愿，这个愿每天大家道友都要放，一个忏悔，一个回向，忏悔每天都要忏，发愿帮助别人，利益众生，把我所做的好事啊，全回向给一些众生，给那受苦受难的，那我所做的错事我全忏悔，就贫穷、贫穷、困苦、忧恼，种种底牌呀、啊。依照这些个境界向现前，您恭敬礼拜供养，这都是我过去呀、啊、所做的那呀、啊，现在现前了。那你就忏悔吧，改正吧，就念地藏菩萨忏悔，让那讷业发现不太严重。那你怎么办？一切时一切处，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，一切时一处称颂我的名号。这个称颂可不要虚情假意的称哦，要至诚，要恳切，那种种衰恼呢就会消失了。把这个报身舍掉，而再生生于善处。这没说这个，没说这个愿者发愿。如果那你加上你一个发愿，求生极乐世界，那地藏菩萨加持你，让你得生极乐世界。说我们在末法的众生啊，一般的都为生活所逼迫呀，种种因缘。如果你能见到寺庙，如果能到这个寺庙里拜一拜，不是善神啊，不是那些个神庙，只是说是佛菩萨啊。但是也没有个求处理心，也没说求定求慧。也没有想学除药法门，我很多佛弟子，他没想了生死的愿，不切呀。不是信佛的人，三宝弟子都要了生死啊。我们可以自己问问自己心吧，是不是每天都求了生死啊？再加二颂，优婆塞又会一步说了，叫我们出家的道友们，每天早晨、清晨。上早殿，你发个愿啊，我要了生死啊，每天都发愿，我要了生死啊，我要断烦恼啊，是不是这样做了？自己都清楚，外人不清楚，唯有自己才清楚。每天对自己所做的呢，都悔改吗？都做个发愿忏悔吗？能除脱种种衰恼，这得经得起考验。自己最明白了，外人都不知道，外人谁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？例如说我们说啊，经常大家所念叨的，当我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，一众舍一住圣众香花来迎接我，让我心不颠倒，就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能做得到吗？你要以散乱心，能去得了吗？弥陀经说得很清楚啊，要一日，要二日，要三日，要四日，乃至七日，你得做到一心不乱，才能生啊。能生
得得到一心不乱，不能生是你心里散漫。你自己相信自己不？你认为你能生不？说我决定能生，我心不散乱，意不颠倒，没有病苦逼迫你，你发愿可能做得到。要你在八苦交煎、生死之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能这样子吗？是吧？对，大家经常是求生净土，有个咒：嗡阿弥巴弥德杰哈拉哄，大概是嗡阿弥里达德杰哈拉哄的十个字，嗡阿弥里达德杰哈拉哄十个字。如果在那个时候你还能念嗡阿弥德杰哈拉哄，嗡阿弥里德杰哈拉哄，阿弥里德杰哈拉哄的时候，你要在那个时候能念这么一句，绝对能生。那当然业障现前，咒不现前了。你平常一天念十万遍没有，三万遍没有，念一万遍乃至一千，念一千遍，但是天天念嗡阿弥陀佛德杰哈拉哄，绝对能生。到时候业障现前，咒语忘了，念不出来了，你必须平日的功力把业障消了，到时候你一念这个信心不变，这叫虽然还有业障，阿弥陀佛的咒加持你啊，这就叫待业往生，并不把业障消失，带着业生极乐世界的。当你升到了呢，业障就没有了，业障就消失了。所以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坚固，不管你学哪一法，第一个条件就要信心坚固。地藏菩萨跟我们这样说，也是让我们信呢。福赐未来之事，地藏菩萨又嘱托我们说，在末法的时候啊，未来那时候，或者在家的，或者出家的，这些众生想要求一个三归五戒清净的妙戒，但是过去呢犯了很多的罪，没有机会受个三归，还不说五戒十戒八戒了，更不要说了，就没有个机会能使我得受清净妙戒。乃至于受个三归五戒也得重罪消灭啊。如果是真上的重罪，你能得到受戒机会吗？得不到，不得受者，因为你做了真上重罪，你受不了戒。但地藏菩萨呢告诉我们，方便修忏悔法，达到自心，令其自心生口以这个善相得到了，但是得从自心得到。对，或者你念佛就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你得要自心的念，不是自心不灵，要达到自心了就灵了，受戒得戒，消灾免难，你要灭罪难呢，罪难也消了。或者是要比众生想学摩诃眼道，摩诃眼就分大乘道啊，
享受大乘的经典，或者享受菩萨的众戒，我们道友都同时受菩萨戒，很多人都受过菩萨戒啊。菩萨戒不犯是不可能的了，特别十种四十八情，你心里一动念就犯戒了，跟比丘、比丘尼戒、三皈五戒完全不一样。三皈五戒乃至八戒、十戒、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这是事啊，你得犯了才算究竟。菩萨戒不是啊，菩萨戒是理呀、啊，你心里一动念就犯戒了，不等造成事实，因为是心戒，心戒是心犯，只要一心头一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你就犯了戒了。我们这凡夫心能不起心动念吗？这是办不到的。不过戒律总说呢，舍律一戒，就是你规矩啊，行住坐卧呀、啊；舍善法戒，是善法是哪法啊？这个就深了，善法跟哪法这个意义呀、啊，比那律一戒就深了。菩萨戒是化众生的戒，化度众生。这里头化度众生的善巧方便多，但是你举心动念是不是合乎大悲心、合乎大慈心，这就分析了，讲究智心了。智心就是你自心一处心诚恳，对，没有妄念。说这个段经文呢，地藏菩萨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想菩萨受菩萨戒，或者得受根本戒，乃至于三皈五戒，那你请示证明谁是师父呢？十方诸佛菩萨，请十方诸佛菩萨来给你证明。那你要发愿，发愿一心立愿，注重在一心啊！这一心，咱们一会儿下文就专讲呢。完了，把戒相了解清楚，承办戒相，先说是根本，这叫众戒。完了以后才说四十八情，这叫轻戒。轻重都具足了，对，身口意都具足了，在佛前自己发愿自己受，自是受戒，对佛像、对菩萨像、对地藏像，没有师父给我受戒，找不到师父给我受戒，那就对佛像前受吧。但是得自信，地藏菩萨的说的善巧方便，如果你能自信在佛前受也得戒，是大乘受戒法啊。说你要想普行菩萨道，那你必须得受菩萨戒，身口意三句境界，舍律戒、舍善法戒、饶益有情戒。这菩萨要受饶益有情啊，对，就是利益众生，利益众生有十种四十八情戒啊，那叫菩萨戒、利益众生戒。
一般的在家人呢叫二句境界，出家人呢叫五句境界。说大乘摩诃严，这个专讲一下子啊，就是我们发菩提心了，要行菩萨道。发菩提心行菩萨道，你要受菩萨戒了，受菩萨戒啊，应当受菩萨的根本众戒。嗯，受了戒了，要持戒。特别是舍善法界，收摄一切善法，摄是摄受的意思，所有一切善法要布施给一切众生，把一切善法都布施给一切众生，这从行善方面做好事儿方面讲。但是你要想利益一切众生，你掂第一个要舍律仪戒，菩萨有菩萨的律仪，舍律仪戒把大乘小乘一切所说至此的只能行善的一切方便，这叫舍善法，收摄一些善法，把这一切善都布施给一切众生。舍化众生戒，要想化度众生，佛也知道有戒律啊。你要想度一切众生，愿一切众生都成佛，得先具足一切戒。没有清净戒思，找不到清净戒思，不懂得戒法的不能传授戒，那叫清净戒思。在戒律里面有讲，如果戒思不清净，你不得传戒说法。所以在某一大师啊，他想受戒，在南阎菩提他观察找五个清净戒思找不到，没有，不可能，他才在大藏经里头找，才找着善恶业报经。这个经以前没人说，是从某一大师开始的，他在藏经里头找着的，找着他就一直这个善恶业报经拜忏，拜旃扎忏，他得了清净轮相，他得了戒了。但是他不会做旃扎轮，说这个法也没得到传。一直到弘一大师，弘一大师是专弘某一大师的，他查出来弘一大师才做旃扎轮，才发愿弘扬旃扎善恶业报经。坐着旃扎轮呢，他没有讲旃扎善恶经，旃扎善恶业报经某一大师做的一部旃扎一书，除了这么一个注解之外，其他注解没有。这里头告诉我们说，行善属于舍善法界，收摄一些善法呢，行善里头的也有行善的规矩啊。我们做好事儿，还犯了错误了，还不知道，
做好事有做好事的，也有做好事的规律啊。这叫舍善法界啊。所以戒律里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清楚。在你行布施道、摄受众生的时候，你心里有杂念没有？心里清净没有？这个关系非常大，因此必须得想到，必须想到。同时要护念自己，像我们无缘无故的伤害众生、杀众生，你不知道啊。例如说，举个例子说，我早晨出来走路，你知道你脚下踩死了那个小虫子，你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生命啊。对，这也告诉我们，假使说你早晨一开始一走路，你要念一个偈子，从早人旦直至暮，一切众生智慧护，要以足下生其行，愿汝及时生净土。念念观想，把这些众生都送到极乐世界去，因为你不知道伤了没有伤。那你早就先念这个偈子，完了下层穿鞋走路。假使说把他误伤杀踩死了，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愿汝及时生净土。你有这个力量吗？不是你的力量，这个偈颂啊，是一切诸佛的力量。你念这个偈颂，加一些诸佛菩萨的力量，表示你念念的利益众生，念念的不伤害众生。因为你这一念，就感到诸佛菩萨的加持力。这个偈子呢，是产生的《华严经》，文殊菩萨说的，《华严经》的净行品。文殊菩萨告诉我们一个，说你早晨一起来，一穿鞋要出去的时候，你千万要注意，你先把这个咒念一念，这个经上就是咒，从早晨一直到晚上，到你上床不走路为止。从早人旦直至暮，一切众生智慧护，要汝以足下生其行，愿汝及时生净土。对，在这个，这又是愿，又是行。说净行就是大愿，文殊菩萨大愿，那一共有140个，我你都能念一念。直至成佛，善财童子参完了普贤菩萨，文殊菩萨让他念这个，普贤菩萨让他再参文殊，哦，参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让他再参文殊，文殊菩萨才让他去参普贤菩萨，啊，所以沾茶善乐业报里头啊。有很多是《华严经》的偈颂，为什么弘一法师他把这个《沾茶善报经》定为是大乘，不是小乘，不是一般用于算命啊、批八字啊、打卦啊，那就绝对错误的。这个那个不同，这叫心法、心地法门，善用其心。地藏菩萨又说，复次，我来世的诸众生欲修出家，我来众生发心呐，
想离开尘世，想出家，或者已经出家了，就说我比丘比丘尼啊，那么要求得见，没有清净的善思的末法吗？南阎浮提在明朝的时候，努一大师时候，在南阎浮提找五个清净比丘，没有，受不成戒。那现在的末法存戒的时候，也是都很多不依佛制啊。那佛规定20岁才能受戒，但我们的善巧方便呢，和能戒，能戒。说我出家，我才16岁，受比丘戒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得戒和尚戒一岁，戒给我1岁，啊，传戒和尚戒一岁，大师傅戒一岁，领导我的引理寺戒一岁，就凑够20岁了。这能戒得到吗？这叫捏着鼻子红眼睛，眼睛看见的不可以，那把鼻子闻上，闻不到味儿就行了。实际上是不能得戒的了。所以在南瞻部洲找5个清净比丘找不到，所以努日大师也想得清净戒，在大藏经里找，找出了占察善乐业报经，以这占察善乐业报经发无上的道心，占察用占察轮得到3业清净了，那就是地藏王菩萨就是得戒和尚，地藏王菩萨也是引理寺，地藏菩萨也是三思其正啊，云里寺地藏菩萨一个人包办了，包办就是你念地藏王菩萨用占察轮像，占察轮的3业清净，你得戒了。这是地藏菩萨说的啊，你心有疑惑，不能如法的得出境界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你发先学发无上道心，无上道心咱们就说简单说吧，发菩提心，完了使你身口意得清净，发菩提心这个时候身口意清净，说没有出家的可以剃度出家，说已经出了家的，你要立愿，立什么愿呢？自誓，自己发誓愿啊，来受菩萨戒，来受三聚境界。这时候据照波罗提摩叉的出家之戒，就算比丘，比丘尼。完了之后受完了，再去学毗尼律藏，菩萨摩诃利伽藏，受持同寺观察修行，就是比丘比丘尼戒，是属于清净僧受戒的时候最尊贵了，最无上了，到什么程度呢？人天师表，待你知察清净轮相的时候，得了清净轮相了，比藏王菩萨跟你受的三坛戒，沙弥、比丘、菩萨，所以。不过这个问题在一切论呢，一切事的论上啊，也这样说，说在这个相法已经过了，末法时期，这个时候想受戒非常难，
没有清净的戒思了，那你就做无作无虑的，无作这种律意来受。但是你思想啊，不能有怀疑，如果怀疑戒思传戒的师父不清净，在你受戒跟你受戒的轻重不清净，你不能得戒啊。因此地藏菩萨他行的善巧方便，他有告诉我们，你要想得戒，又没有师父给你传得戒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地藏菩萨告诉我们说，你就怪跪在佛前拜旃茶忏，这个拜忏不修其他的啊，专求得戒，这叫求戒拜，专门求得戒。这个时候要发无上道心，无上道心就是菩提心啊，无上道心发成佛的心。但是你只得知身口意三业轮相，如果三业轮相都清净了，那我跟你受戒了。地藏菩萨说，你三业轮相都拜到清净了，你已经得戒了。那没出家呢，可以剃度，可以披上法衣，地藏菩萨收你做徒弟，给你受了三坛大戒，但是轮相得清净，这个不能冒充的，绝对拜的三业清净，这叫自受戒。牟尼大师就是这么受的戒，所以牟尼大师提倡旃茶忏那业报经啊，这是他的受戒的缘起。要谁出家？说已经出家了，年未满二十。还不到二十岁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只能应当发愿，不能受戒，先发一个愿受的，受沙弥世戒，十根本戒，或者受沙弥戒，沙弥尼特别指出来，沙弥尼的别戒也一样的。也用制法受沙弥沙弥尼戒，只要一旃茶经受了戒了，也叫沙弥沙弥尼。但是应当供养即是旧出家学大乘心的具戒者，这个说的很明白，学大乘心的不能跟着学小乘人一块儿，学大乘心的人做什么呢？只能依着他跟前做你的依止事。你要出家得有依止事啊，这五年当中你得依止师父，不能离开师父，随时向师父请教戒，如何修行一乖，如何吃沙弥沙弥尼戒，那师父随时教授你。但是依着地藏菩萨受，年未满二十的地藏菩萨也不给你受，你不能算比丘比丘尼，你必须得年满二十。那你可以先受十根本戒，沙弥尼别戒，可以受菩萨戒，但是呢，还是作为沙弥沙弥尼。对，说我寡受是比菩萨戒，那只能在家居士。
出家不行，不受比丘戒而受菩萨戒的不能算出家人，得受比丘尼比丘尼戒的才能算出家人，才能算比丘比丘尼。说我已经出家了，年没满二十岁，那你不能受戒，受戒也不得。因此在这个出家受戒的位义上啊，牟益大师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。同时你依着经律，依着这个方式受了戒呢，你要先亲近供养三宝，要先发道心，得找这个学大乘的受具足戒的师父亲近供养。这个意思就是说比你自己出家的早的，满了十年的，得满十年的，学大乘的，这样的来认他做师父，亲近供养，跟着他出家，不要跟着受小乘戒的人出家，但是你身口意三业，经常得对他们恭敬。说这个里头发心有很大区别，发心大道心的有没发道心的两个有区别，没有发菩萨心就是菩萨比丘一个发心与不发心，什么叫菩萨什么叫凡夫，就在发心上区别。发了菩提心的人就是菩萨，未发菩提心人就是凡夫。世之未当清净菩萨所修摩得勒伽藏，读诵思维观察修行，应勤供养佛法圣宝。地藏菩萨教授我们，因为在末法的时候啊，这个比丘尼都没那戒律行事了，因为没满二十受戒学戒，受了戒了呢从来不越律藏。据我所知的，我所经历的大多是这样子，没受戒之前甚至受沙弥戒不学沙弥戒，受比丘戒不学比丘戒。但你没有受比丘戒之前呢，不能看比丘戒，这个是佛所制定的，应当看这个论藏啊，学学论。那你受了比丘戒了，可就应该看律藏。现在不能受比丘戒，没受比丘戒的，看戒律的，看律藏的，
师傅们呢很少很少。说地藏菩萨说要是沙弥沙弥尼已经满了18岁了，应该学四禅摩诺戒，就是学法女学法男。但是学了受了比丘尼戒，就应该学比丘尼戒律，最初要学3年，沙弥呢也入世了，比丘也入世了，说已经满20岁了。那么在我们这个国度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满了20岁的你就3坛大戒一起受。这个咱佛在世时候不是这样的，满了20岁只能受比丘戒，对，菩萨戒当着菩萨戒受，你受了戒了之后才能叫比丘比丘尼。在我们现在很多沙弥妄称比丘，没受这之前，有的皮衣，有的随比丘大众，有的些冒充比丘比丘尼，没受戒，也在僧众里头一起，这是非法的啊，这是非法的。所以地藏菩萨说，和比丘尼、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。要是满了18岁，完了就来当学法，特别是沙弥尼，满了18岁的时候，要学四禅摩诺6戒之法。这没受之前就可以学，学戒律的仪轨，满了20岁。才能受戒。那现在不言，有很多的不难法去做。如果是能够满20岁如法的受戒，如法的学戒，这个才能算是比丘比丘尼。如果没有受戒，也跟大众生，特别是在那个做佛事啊，咱们所说做佛事就是赶经忏啊，一般的是赶经忏的，那就不分了，去凑生数，因为你做佛事必须有得7个比丘，比丘尼，不够7个，沙弥、沙弥尼也参加里头去做佛事。这个是非法的，这个我们知道就行了。你学戒时候可以，你要给现在时候给这个一般的去说，他不见得接受我们这个说法。对，因为这是佛说的呀，那戒律的规定应该如是。那多数人呢，每一招戒去行，每一招戒去行，所以这个在现在的时候，说佛所说的末法，也是地藏菩萨也说，现在在这个末法时间就是这个样。要比众生随学忏悔，不怀善相者，设着受想不能得戒。在这个末法的时候，你要想得清净戒，那么依着地藏菩萨所教导的，这是专制者，一直专照三藏耶婆经教导的。那么学忏悔法，
学忏悔法第三要求，第一个要求说你要学占察三摩耶宝经，你得有自信。如果是你得不到清净轮相，你因为得到了，这是错误的。说因为要受沙弥、沙弥尼戒，或者要受比丘、比丘尼戒，没有施给人受，说我依仗地藏菩萨来受，拜占察善人受，可以，但是必须得得清净轮相。说清净轮相没得到，我拜拜就因为自己得戒了，这也是得不到戒的。说不怀善相者，说我得了善相了，或者以怀善相者如何得到的善相。如果你拜忏依照地藏菩萨教授的教授方法，确实得到三业都清净了，这轮相时候讲的会分别告诉你啊，没有达到善相的，没有怀到善相，所以把罪忏清净就叫善相。你真的轮相，轮相是如何是善相，如何是没得到善相，非常清楚的。你没得到，做得到相。这个不名为受戒，因为这是专指的比丘，比丘你是做受戒得戒没得戒的。像我们已经过去一直现在我们那个受三单大戒的比丘，比丘尼师傅们，如果你要用占察轮相支撑，说我那个时候三单大戒算数不算数，没有一个算数的，一个也没得戒，不合法，你是戒法不合，你就一直拜占察忏。我想要得清净的比丘，作为清净的比丘尼，那你一直占察轮的轮相来定，这是专受戒受戒这一部分啊。而是坚定信菩萨摩诃萨，问地藏菩萨摩诃萨言：所说的自心者，差别有几种啊？何等自心能怀善相？那地藏菩萨所说要拜占察忏的时候，必腾有至诚恳切之心。对，那么坚定信菩萨就问地藏菩萨，你说这个至诚心是什么样啊？有好多差别，什么样才算是至诚心呢？有至诚心才能怀得善相，就清净轮相。那什么样的至诚心呢？什么样算是至诚心呢？这个坚定信菩萨向这个地藏菩萨请求啊，就是代母请求，意思就是至诚心有差别没有？有几种至诚心？什么样算是至诚？才能见到相好？什么样算是不至诚？那么，请地藏菩萨详细说说至诚心。这个自性心简单说，思想纯净，没有杂念。这么一般说，诚诚恳恳的，对，就心里头啊一点杂念没有，求地藏菩萨，拜占察忏也好，用占察轮也好，或者你诵地藏经，都是在内，要诚诚恳恳念，你诚心呢？
效果就大一些。说不成心呢，有功德，没智慧。有智慧绝对能成心，有功德，所以你不成心念念的，或者念的能得到这成心。我坚定心菩萨问地藏菩萨，讲讲至诚心。地藏菩萨摩诃萨言：善男子，所谓至心者，我这个所说的自心有两种，料说有二种，何等二二呢？哪两种呢？一者初始学习求愿之成一个自心，二者舍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。得此二心呢，能会圣相。说在我们最初时候，说我们发心要至诚，那你得学习啊。不是我们平常一说啊，就因为自己有至诚心了，这个没有。我们那是心要心，不是至诚心，欢喜啊，想求这一法啊。那你要用尊唱轮相的时候，可就有差别了。坚定信菩萨问地藏菩萨说：“什么样算是至心？就是你用心的时候，用到什么程度算是至心？”地藏菩萨讲：“求愿，自己发愿想满愿，求愿的至心。钻进成就勇猛相应至心。”这个就困难了。一般的我们说求愿之心，就是把我们散动的心把它收摄起来，让它自心一处，就静下心来，耐心的在参事拜忏，或者耐心静心念地藏菩萨名号。你这样的来拜忏来求，才能得到轮相清净，才能算个拜忏者，求忏悔的。第二种自心呢，那就深了，必须要勇猛相应。第二自心要分呢，什么样的算真正的勇猛自心，什么样还不够。我一般的进入禅师那会儿，就是希望至心，就是希望想希望达到清净轮相，就是我们所问的一般的事实，希望菩萨能够如实的答复我们，这就要有自心呢。要自信了，坚定菩萨感到这个菩萨所说的两种自信叫笼统，众生不见得能清楚，所以他深切清楚什么样算是自信，什么样算是不自信。就是我们求愿的心，就是希望啊，我们发愿希望用旃檀轮指示我们怎么样去做，怎么样算是正确的，怎么样去不正确。大概我们一般的都是磕三个头，我用旃檀轮旃檀或者发发愿，但是还不晓得钻精一致的。所以在地藏菩萨跟着坚定信菩萨说：“
必须有自诚恳切心。那我们进了佛堂了，拜了三拜，拜了三拜坐下，或者开始拜忏跪着，你应当把外头的环境、心里所想的、其他的想法什么都放下，就没有一念的杂念，这就是自信。对，我想作为道友有这种现象，我看见很多道友和照忏时啊，这个拜忏时候心静下来之后，触动他过去的善根，这是善根发现。对，感觉自己所做的过去所做的业很严重，就有感了，有感了，这是痛哭流涕的拜啊。有感必有应，感应感应嘛，就是这么靠宗，你不靠宗不会想的了，你一靠宗就想了。但是你这身恳切这样来拜地藏菩萨，说把你的心自心呢收心到一处，专不扎，专就专心，这一个拜忏心，其他的念头全断了，没有了，这才叫精啊，精啊，精而达到存，就是心力啊，自信一处，勇猛精进精勤，对，这个里头如果是你不知道心念的，我们用个比喻来说啊，咱们所吃的饮食，到你肠胃去消化之后便，这些饮食渣子都排泄出去了，身上的精液变成血，你吃下的饮食所有的精，四四滴的精，变一滴的血，这个血呢叫存，就是这个魂血，不是精血，四四滴存血变一滴清血，这个血就清净了。咱一般的扎针干啥流出那个血呀，那是浑血，不是清净血。四十滴纯血变一滴精，四十滴精变成血，变成那个神气。说这人很神奇，这个神气哪来的？是由精变的，精完了是这个人的神呐、神气很足，就是精气很足的。在这个变化当中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这个心最初很浮动。等你一静下来，达到心纯净了，这个纯净心再经过陆续什么杂念没有。这心里头自是地藏菩萨自在的拜上，这才叫自信。第一个自信呢是出住的，把杂念妄念停下来了，这第二个自信就进入第二个自信。第二个自信呢有下有中有上，下自信说你想的不乱，为此一事其他的不乱，就是自己啊心住寥寥，寥寥分明，这叫下自信。咱一般你只用到这个自信了，就感觉很自信了，不行。第二种的自信呢是勇猛心，专求不懈，专精的求地藏菩萨，从来不有懈怠，这个自信就深了，不顾惜生命，乃至生命是了，
都不动心，专门的这样念这菩萨，这还不够深。第三种心才叫身心，第三种身心就是你跟你现在所拜的法，所念地藏菩萨，你的心跟法结合到一起了。心就是法，法就是心。第一个心不乱，心住寥寥。第二个勇猛精进，专求不懈，宁舍生命。这第二个自信不顾生命。第三个呀，与法相应，心跟你的拜忏跟地藏菩萨合为一体了。都是自心念弥陀佛的时候，弥陀佛就是自己，自己就是阿弥陀佛，心佛与众生三无差别。说你在修忏悔法的时候，最起码得有个下等的自心，那你达到不顾惜生命，什么都依，就是专此一念，就能用占察轮，就能给相应。说你连个下等自心都没有啊，你随缘偏执也在拜忏，你拜一个期下来效果没有，起码得达到自心。说我们经常说我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这个自心呢还不够身心呢，你不学你不知道。我们就说把这个说念阿弥陀佛，身心念阿弥陀佛，那能达到身心念阿弥陀佛，自己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，我就是阿弥陀佛，心跟阿弥陀佛合照一起，这才是智心，真正的念阿弥陀佛了。但我们下智心呢，就是一切杂念都没有，心里光细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，这只是下智心呢。乃至念阿弥陀佛念的不顾生命，把自己身心全放下了，这是第二等自信呢。念到身佛合一，那才真正身心。例如说我们拜忏的时候，求地藏菩萨，到这儿打倒自己呀，念自己过去罪孽呀，乃至受一切罪孽，受冤枉，受一切排害，想到这些个了，当你拜地藏求的能感应痛哭流涕的，这个自信还不够，达到了自己就是地藏，地藏就是自己，地呢是心地，咱的心地含藏了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的心地就含藏我们，两个心地合二为一。地是大地，藏是含藏，大地含藏些死亡，那我们自己就是地藏。地藏其实自身，半的身跟地藏合二为一了，这叫身心，这叫身心。当你拜忏拜到用的身心来拜忏，那你用占察轮相应了，这到那个程度上啊，那也无需会用占察轮了。你把一切看成一切诸法如梦幻泡影，入楼入殿，还用占察轮做什么？不用了。但是你必须经过拜忏而能达到时候，用占察轮而达到不用占察轮的时候，这是地藏菩萨要求我们拜忏入忏时者，应当心心念念的住在第三个自心上的。但是你最起码的得要心住寥寥的，第一个自心一定得得到。等你拜忏念的时候，句句分明，
对，自私寥寥，念到无念而念，念即无念，我达到自己是他，他即是自，这才叫真正之心呐、啊。那诸位想想，我们平常念佛也好，你修行任何功力，念经也好。